点八元啊。这部印度传记片讲述的是印度冠军摔跤手马哈维亚辛格布嘎将两个女儿训练成摔跤世界冠军的故事，非常的感人。在即将开始的开幕式当中，阿米尔汗也将为大家来推荐天坛奖的入围影片。北京国际电影节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与国际影坛的接轨与交流，在历届的电影节当中，我们邀请了众多优秀的国际电影人与我们进行在电影创作上的各个层面的交流与探讨，当然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展开了更多新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对于电影的未来世界充满了创新意义的合作。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合作与创新。